动物他们关注的。之前睡前是怎么？就我们还好想，然后现在录影，我真的好搞笑。我觉得我们是确实，然后我每次都定时做，我们还不知道，好像很难哦。我们大概很久都不做，我们是三个人，是辣椒的哦。对，你要甜甜的，对，吃辣椒，就是那个度。Ooh, it's got like the burnt rice in the middle. Yeah.